启示书里面写了一大堆啊，他真正在这个审判庭问我关于台湾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简单问一下，问我的全部都是问日本陈光英导演那一部分啊，因为调查局的人，他真正的目标并不是要把我打成台独什么什么，不是。他真正的目标就是说，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当副主任的时候啊，有透过日本某某人跟我联络。他现在是要把我整做大卫，你知不？他是想办法把刘家军变成国际共产党大卫。建筑是阮公啊，阮公啊，阮职工伊哩准起个。阮食饭有十块多，食饭啊，要食饭以前爱讲经，啊，所有人紧转来。查甫个食了第二届才换查某个食，啊，所以阮个饭啊，阮个菜汤，我都用两个人共无个，用轻便车塞出来。所以阮这个，阮这个家族开饭的时候。很重要。1935年，刘家钦出世伫个右后拿。右后拿建后改名水利，即嘛是富庶的地乡，厝内是做农的。身为长子的刘家钦，对细汉都会帮忙分担农事。阮老爸是比日本的军阀，比德国的希特勒骨较硬就对啦。所以我大概每日，这是两三遍，少嘛七遍啦，拢系阮老爸拍。阮七月，阮就拢在即个田爱扫，早时起来工课田扫清气，后壁拢爱扫扫清气，所有嘅粪扫扫好清气，户外牵出了杂草，啊要倒转来，佫先拿一杯茶倒来。洗嘴、洗面、洗洗了，饭食食，煮包饭，即马在读书啊。哦，下课，拄啊来刮一担牛草，转来顺便牵牛转来啊。哦，啊，我都国民那个毕业，阮老爸讲安尼就好啊，捌字就好啊，你也要写你的名。哦，啊，捌字捌读了，唔免阁读，读啊少要创啥啊？所以为着要读书，我大概是常常接受阮老爸迄个。体罚就对了。刘家钦讲，伊家己是二二八事件的见习生，看到这官员的腐败，军队残杀百姓，真侪台湾精英在事件中牺牲，造成社会断层。民国36年2月28日，我对家己山顶。跟老爸火车头，坐阿里山的火车来嘉义，在这个北门车头落车，对车出来。那日就是台北二二八事变发生的日，我11岁。因为对山顶落来到德桥站的时，两班火车相闪，要去阿里山那班的人敢讲唔好去嘉义，我是安那唔好去嘉义。因为台北发生事变啊，嘉义的店门拢关起来，无人做生意。啊，所以阮来到北门站了，对这出来，感觉整个嘉义市的气氛拢无同款啊，街路拢无人咧行，店门拢关起来。我把这个事情哦，我永生是没有办法磨灭的。慢慢平息以后，他们就想办法要抓我的姐夫了。我姐夫是跟高医生、唐守仁他们是高山队，跟我姐夫那一个民兵队联合起来到嘉义、阿毛陂下面的海军仓库去，把海军仓库的通信器材、医药品、手枪、武术刀、手榴弹全部都搬出来啊！哦啊，这样的话他是参加嘛？
杀人他没有杀，东西就搬了，就搬到搬回去我家里了。所以我十一岁、十二岁啊，手枪、三八式的步枪、武术刀，最后手榴弹我都会丢啊。我们家很多啊，到最后这些东西都要在我们家走路，要拿到梅山乡公所拿去交啊。他是嘉义高农第二届毕业，然后去考台北医专，然后做医生的。那去那个大塔山的山洞下面躲了将近一年，躲了将近一年，我们那个梅山乡的乡长，那个乡长跟我姐夫他们也有亲戚关系，那个乡长就出来讲条件，讲条件就是说多少钱了、啊，大概我们那个时候我姐夫。因为做的所有的产能都卖了了啊，提高再来，我姐夫不能当医生啊啦，然后呢要去军人啊，当军医啊，当三年啊，啊军医当三年回来以后啊，不晓得再等多久，才慢慢给他恢复，遵守开业啊，所以灾情惨重的，人是无死，但是财产拢无啦。因为迄个时代，民国三十六年的时代啊，迄个阮山顶人经济拢足歹，嘛无法度去补习。啊，你无法度去补习，你讲对山顶乡乡来家己考，家己初中考袂过，高中嘛考袂过。哦，啊，所以咧，尾啊，人讲啊，来遮考看卖，这嘛是来考看卖啦。啊，考看卖，像我一个钟头安尼，遐尼济人来考啊，嘛招我一个咧。老家庆是一个务实的农家子弟，小学一个毕业就考入闽洪初农，毕业了后又考入嘉义高农。高一的时阵，因为老爸病故，才无去读书，先去南投烈化林业所去工作。一年后，考读考到公费的台北师范。因为我是查甫，我上大嘛。下边个四个小弟啊，个两个小妹啊，啊，厝里都无钱，啊，阮老母身体阁无啥好咧，我来讲啊，我想要阁读册啊，啊，阮老母讲啊，当啊，恁老爸也无伫咧啊，啊，小弟小妹是大阵，啊，我身体阁遮歹，啊，你要哪读册呢？哦，尾下阮才甲阮老母讲安尼啦，我靠我家己。啊，所以阮家己，阮水利呀，有一个姓陈的，啊，叫陈良峰，伊就是来读行政专科。伊讲啊，你好啦，无你都处理困难哦。啊，我都伫台北读书，你来带我遐啦。啊，广告生我甲你教啦，啊，我都行李款款的。啊，都来台北找伊啊，啊，就去带伊啊。啊，头啊大是，敢若煮饭、洗碗，哦，啊，衫伊拢家己洗啦。啊，尾后有当家己去甲买菜啦。哦，啊，都换三顿食。啊，讲过我有闲，我就看我的册，唔知伊就加教就对啦。实际上准备的时间无超过六个月啦。我来考这个台北师范，啊，这内底呢有普通科、音乐科、艺术科、体育科四科，哦，啊，搁一个做特殊科的高中读毕业来考的，啊，这个体育科都初大，啊，但是今日咧拍球运动初大哩，啊，所以拢会欺负这普通科的，啊，尾下都有一日食饱暗头啊。暗头啊，都改议论就对啦，改体育课议论啦。啊，体育课就足歹，哦，讲到气下下咧。啊，所以阮普通哥我啦，黄春明啦，看海的日子，黄春明啦。阮家大概头开始是二十外个啊，尔啦，去对付体育课六个嘛。结果所有的普通哥拢出来，都过百个咧。哦，伊讲我数无啦，我去调集遮个人去对抗体育科，所以我数无。
我说我就记一支大鼓。黄春明呢是出手怕人，哦，所以黄春明开除。民国44年的时候，那个很奇怪，那个角落发生火灾，这个角落发生火灾，那个角落发生火灾，四个角落发生火灾，大概都那几天了。所以国民党的特务就说啊，这四个角落写起来是共产党的那个共嘛，所以这个是共产党放火。所以呢，特务就到台北市案进来啊，到处搜查。那搜查结果没有搜查到什么，但是最后有一个老师被带走了。李经常甲卢国民、林中礼、廖大林讨论时事。高玉秋竞选台北市长的时阵，刘家钦也有帮忙作算。最主要就是说，帮高医师哈，写他的那个证件呐，他去上去讲话，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去听啊，听国民党的候选人讲什么话，回来了以后要一个一个要反驳他的时候，还是要根据他讲的，再把意见写好了，再交给高医师，高医师证件发表会再反驳他，就是这样啊。师范毕业了后，刘家钦先去小学服务期满，考到师范大学英语系，读一年，佮参加大专联考，录取台大农业推广学系。当中，台北师范毕业都教四年册，大家一年、五年、三年了，我就去，因为你无满三年袂使哩啊，满三年服务，满三年了。我都有资格去考师大，所以我是毕业第四年考台湾师范大学。因为师大英语系读一年了，我想讲啊，这吼一个查甫人吼，常常遐交囡仔在母吼，什么意思？因为师范大学毕业还是要去教书啊，还是当老师啊，无好嘞，所以再去参加联考。在农业推广系哦，当然印象最深刻是李定威老师了，因为他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老师了，哦，他的也教学方法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而且他考试的方法也跟其他老师都不一样，他上课是用多种语言上课的，英文、日文。台湾话、北京话都有。上课因为那个时候班的学生不多了，都20几个，一个教室那么大，二十几个学生呢，我总是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的，因为我当班代表。在农推系的时候，我的一位高材生了，哦，李彩金先生哦，我的印象里头，他是当过老师之后，再考进台大了。这是比较不容易的，哦，大部分这个当完老师，这上班之后再能够准备考大学，不能容易。他能够考进来，表示他很认真，很有毅力，对不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当过老师，才来当台大的学生，所以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成熟一点，哦，这也是我对他一个印象。来到台大的时候升级了。对于辅导党外人士，从县市长到省议员，到台北市的市议员，那一种第一个，因为有经验了嘛，而且组织越来越大，而且辅省的功力啊，进步了很多。所以说实在话，在台大的这一段时间，台湾的党外人士，我们帮他们很多。一直到预备军官自卫考试通过以后，到我还没有退伍哦，我都一直在准备我的公卫留学考试。那一段时间，事实上跟这一批老友啊，很少在一起了，很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要去日本。1965年，
佮伫咧福雅的老家亲，就通过日本自费留学考试。1967年定考公费留学，申请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没有钱，自费我们付不起，所以我第二个阶段继续准备过这个公费留学。我那个公费是日本的教育部，他们日本讲国会留学的国家，我离开台湾以后的一切全部都日本政府，就包括学会、杂会、生活会，包括在日本国内的观光旅游会，包括回来台湾来往的机票，全部都是日本政府给我。那么我住的是住在工会的留学生宿舍，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他给我的钱呢，我正常的开销以外还剩下三分之一多一点，花不完。我跟我太太结婚，我是3月29号情人节那一天结婚，那么我是4月4号儿童节那一天到日本去。来不及登记呀、本来也是有意不去登记，因为要出去的时候，我说当时的政策是夫妻两个人不能同时在国外，那所以我们想说这里边结婚都办好了，他那么多朋友啊，就请客啊，请客，然后就想等我过去那边，在那边才去办登记结婚，就没事嘛。不晓得这一拖就拖了10年。在东京大学读书的时阵，老家亲甲大多分子往来，受到特务的监视，安尼就引起伊以后被抓去入狱的原因。我在古亭教书的时候，彭明敏教授的两个孩子都我的学生，我也经常到温州这台大宿舍彭明敏家里。那么彭明敏他长期就是国民党就在盯他了，所以他就给我讲，你既然要到日本，你要谨言慎行，因为那个环境是注意的，是复杂的。我知道，所以我的确是很细心的。但是呢，严立某说要去看看我们台桥，我总不能说连这个都不去吧。那去看，其实也没有谈到什么台独不台独，没有那个论点没有。所以大概问题是发生在顾宽敏家里，钱光英调查局的特务在那里谈了那一堆话，然后他在加工铸造以后，严立某回来就被抓去了。那么我还没有到日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严立某跟吴文就也曾经带陈光英到彭明敏教授家里，我们很多人魏鼎朝、谢聪明、李敖，我们都在那里。结果呢，那个陈光英一直在讲很多事情，他的意见特别多，而且他讲话讲到这里，他总是要导向那个台独，导向那个倒蒋，导向那个把国民政府弄倒等等。每一次谈选举的时候，他总是要打到那里去，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事嘛。我们很简单，明明就是选举，那么按照中国国民党你的游戏规则，我们就来玩这个选举，就这样而已啊。他不是，他谈到某一个程度，总是要把那个方向要歪。因为我在台湾记录就不好嘛，第一个我长期都是不参加国民党的嘛，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当兵，一直叫我参加，第一个我没有兴趣嘛，这是一个。第二个，党外的选举，我们是拼命努力的去当义工去帮忙嘛，这是第二个嘛，尤其是高一市沈市长，我们的确是很大的力量去帮他们。
那这是第二个啊，第三呢、啊，因为彭慧敏也是国民党最注目的一个目标嘛。那他的孩子是我的学生，我家庭访问到他家里也是正常嘛。但是这个也是被盯的一个。再来，我这个案的很多的朋友啊，也都是怎么说，也是老早就被盯住了嘛。所以这种种的原因呢、啊，加上这个陈光英跟着我后面跑到日本去，他去串联去做这个案的一个布局。因丈人车祸，性命垂危，刘家钦回来台湾协助照顾。但你伫要出境的时阵，才知影讲大事大条了。我好像有写封信说爸爸出车祸了。你假如可能的话，这个时候就快要放暑假嘛。你假如可能的话呢，你就回来一趟。我不晓得我丈人会发生车祸，而且会在大甲综合医院，几乎是快要死掉了。这个我们都没有想象的了，想不到呀，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既然你都发生这条都几个月，拢未讲话啊，也未吃，当然是会死嘛。既然会死啊。你不回来看他最后一眼，我们也过意不去了，是这样回来。但是我从日本要回来，所有的人，任何包括台湾的留学生、日本人，包括全世界在那个留学生，全部都叫不能回去。劝我不要回来，第一个也令我被抓了，第二个吴文教也被抓了嘛，已经抓两个了嘛，那他们两个都抓了嘛，你当然不能回去啊。我是不相信他们被抓啊，的确他们是被抓。我爸爸后来就被转到荣总，转到荣总的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个卫生局的局长也在那里住院，他就有跟我妈妈讲，他说你这家哪会跟他都有人在干事。我把我业务的事情弄清楚了，要回去的时候去流入同学会要领出入境证，那个干事怎么找不到，没有，没有，就他到后面去问，啊，来的的干事都给讲啊，有两张被警备总部收掉了，啊，哪两张呢？一个姓刘的，一个姓严的，我就知道完了，我回不去了，我这，因为我本来在日本回来有跟我爷哥有约定，我原则上当时要去回去读书，结果约定的时间我无回来。所以我阿兄对日本下批来，问我讲，啊，不是讲当时要回去日本，是啊，无回去，哦，啊，无伊要回来台湾，哦，当时要回来台湾啊，要住多一间旅社，啊，才叫我无得去啊，甲伊会面，安尼，啊，一张批，接到一张批了后，调查局都。更加積極，不斷加軍裝的啦，哦。因為他在日本要回來跟我說，他回來都住在這裡。日本時代是三葉莊，三葉莊。啊，我們哥哥呢，住在那時候就改做華園飯店。对呀，行哇来，伊这旅馆的门里家嘛，啊，我来到这就看两台车里家有几个人，直接行来行去嘛。
迄人做人捌看，生生面的。但是我周围内底几十人，厝啊徛起来，我知影，就需要抓我。啊，伊都甲问什么名号事啊？伊讲我们要请你去谈谈话，可以吗？可以。啊，你稍等一下，我起来甲阮爷哥讲一下。啊，有三个人陪我去。啊，爷哥落来，落来都甲阮太太讲，现在我要带他去问话了。那个人就跟我讲：“你先回去。”啊，刘先生，我们跟他谈几句话，就会让他回去。就这样，丢掉了。迄日那个时间无带无钱，阮这公妈的关灯上，啪就转落。阮哥哥去用抓，迄阵我是唔知。但是关灯下，阮倒来看到老一边落来，啊，尼久啦，较早是像土画咧吼挂咧啊，啊那么巧，啊就那阵啊出大事啊。红抓去了后，刘家钦受到不人道的刑求，必须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我是怎啊一个铁门拍开啦吼，车驶入去啦，啊铁门阁关起来吼，啊才叫我落来。这个目睭壳这个掉掉，啊都叫我入去一间针线室讲，叫我入去呀。啊入去都拢无错啊，但经过足久啊，有一日阴暗时吼，差不多两点。我听后边迄个一个围墙的后边呀，我一个感觉爱个足艰苦的声就对了吼。我是讲阿姐，半暝爱个足艰苦，我是有一种个恐怖就对了，感觉真恐怖啦。到尾啊，大概我记啊，可能是要到两个月过咧，才叫我出去问。真正做到三个人啊，一只多啊，啊两个一个边啊，一个一个在咧问啊，啊咱都徛伫遐，咧问一句话咯，直直问讲一句，直直唔知问几十遍嘛，唔知。你什么时候技术本？干迄句话咧，迄个问咧，搁换另外一个。迄问一个换一个，我看唔买过。我想古怪，恁这样唔写来。啊，我甲你讲了，我都几年过几日，我都去日本安尼。啊，直直问，迄个问一个换，迄个问一个，都是干咧问一句尔。啊，你甲回答伊嘛是古问，你甲回答伊嘛古问，你甲回答伊嘛是古问一句。啊了，足侪讲了，才搁换题目咧。我讲啊，你捌啥人？哎嘛唔。我哋一个地方拢直直中啊，直直中啊，直直中啊，直直中啊咧，两三个直直换，直直，大家人都唔敢去调。一个地方中啊几啊十个，啊你甲回答嘛，中啊几啊十个，伊都直直甲你舞啦，舞尾后你崩溃啊，就对啦。哦，啊问到尾后都无啥物出头啊，就一通个物件。哎，你没说什么什么好，温教说什么什么，啊，李国平说什么什么，我一叫提起东西通啊，好你看，讲啊，这伊咧讲这我唔听，我唔听伊的，伊嘛唔捌甲讲这啊，啊我嘛唔捌甲伊讲这啊，啊你即马提这我看，我嘛今日看，我嘛唔知到底伊是有创这无创这，我唔知啦。啊，迄马夫骨折病了，都当好困来叫起来，才会强光来照，对吧？哦，所以很难忍受了，真难忍受。迄款的煎熬哦，嘿，足歹忍受。遐实在是真正险死的。其中的一项上严重啥，你知无？电击。伊个这水泥，伊这个水泥地对吧吼？安怎澹澹？啊，咱无正常拖鞋，叫人拖鞋上个，伊即马
车卡打迄个准第二面，我像我那有一只椅后咧坐咧，迄只唔知甲你创一个电池，唔知安怎去倒去拼去，哦，伊即马甲你问问，向下甲热落去人，真正心在心着，真正都完全拢内山啊，真安尼死人死，真正超死去啊！你讲你甲拍？你搞安装那个小 case， 嘿，我感觉怕，就迄个电子的咧好，我感觉迄灭动的咧，迄真正灭动的咧，因为伊用迄电路的吼，对我迄个脊椎的影响足大的，哦，那是尾下我出来，我以前调养无已经残废咧，那个迄非常严重。意思是讲李国民。安尼嘛，临睡前因创啥？我知，我有去参加，啊，我都唔知，啊，我冇参加。这个是他要入我做的，要深入这个。第二个，伊讲我去日本读册，我目标是要读册啊，我是要甲中共的华东志啊，要接轨啊。读册是一个。幌子，啊，真正的去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甲中国共产党华东志要接轨，哦，我有特别的任务，安怎安怎嘞？两条罪啦，哦，啊，两条罪都我都怎么样都扣不上嘞，对吧？啊，扣不上，最后嘛是。最后，伊起诉的是二条一，就是讲我积极着手要推翻国民党政府，所以二条一唯一实行。劳动时期也都很久时间了，相当长的时间。哎，相当长的时间啦。我堂兄、堂姐不止一家入警察，去有诶无诶。哦，阿基甲阮耍手，伊讲你还阁改去。他女先生不会回来，叫阮太太啊，过去掉了。哎，阿杰，啊，无伊来偷老伯家里啦。是咧，阮堂姐的姨妹妹，咧做彩虹啊，不只是甲人家找麻烦，意思都甲我讲，阮哥哥是不可能回来啦。哦，意思讲，那像伊追还金多少只啦，啊，不能再回来啦，叫阮爱看开啊，是啦。这个期间，东京大学同学会。不用公开书函，呼吁当局公开案情，释放无辜的刘家钦、颜温模。当家大家罢课罢工，安尼不甲全校拢停课，袂当上课啊！当家大下个龙井市的老师、龙学院的院长，台当家大下个总长、校长。经过要救我个 animal， 实在是落心可切。1967年十一月初审，刘家钦被判刑八年，上诉了后复判，被加重为十年。他上诉以后下来说，维持原判的八年嘛。哦，国防部的副判决发下来，维持二条三项。八年有期徒刑，但是国家两年的是我的力度叫我签字的啦。伊都叫你签啊，伊讲啊你，我不爱签啊。啊，伊就甲讲，你不签也是一样啦，反正你再加两年就是，你就是十年啦。啊，那我们讲什么代志啊？还是买啊？美国的那个新闻，看哦，原来蒋经国到。美国去，在美国某一个旅馆呢，被开了两枪，白色的台独案呢，都过家人了。哎，台独案有了，哦，啊，共产党来了没有？因为黄文雄跟郑树才是台独案的，当然啦，就这样。判刑了后，刘家钦被关去到警备。军法处仁爱楼，在迄地，伊甲被杜征落脚的调查局三处处长
张海洋这些人熟悉，才知道他们丈人的车祸是调查局阴谋制作的惨剧。这间关上府，这间清算上多人，五个。啊，这间了不去住，上尾啊一间，啊上尾一间住的时间较短。是啊，去住上尾一间，因为这间尾啊有新的人来，啊新的人来，甲遐调查局的男人们，就是讲我，还佫约一个，都叫阮去上尾一间，啊经过佫几个月了。嘛是搁调查倒来，啊调查家叫的人无伫遮，毋知去倒啊。头嘛毋知遐个人做调查局啊。迄是尾啊，伊甲我讲对不起，安怎讲讲遐怪。伊讲那个错是假的，是我们做的啦，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你回来啊。啊，我也无甲伊回应啥物啦，我等点他，因为咱都毋知历史上啊。哦，啊伊讲你们这个案是我办的，案的名称是叫什么名称？这个案里面，台湾人要抓几个，福建人要抓几个，总共几个？哦，这个都是要最高领袖都有批。啊，执行的单位是调查局跟警备总部，啊，监督的单位是国安局。我认份的是讲，一定来看阮老爸，所以阮老爸发生这个代，在一家发生这个代志，我们全家人都是这么子认为，都把这个罪背在自己身上。原来是他被他带来给我们的罪受。本来我也不想讲了，但是我是说，觉得你们假如这一段可以不讲，是最好。真的，我怕兄弟姐妹，当然到这个时候，我爸爸都走了二十几年了，他后来。最后他死掉是因为肝癌，肝炎死嘛。你若讲知影，阮老爸死的时阵才六十几岁安尼。现在指责我没有用啦，可是他们心里总是会就恨他的就。刘家钦1971年被押解到绿岛绿洲山庄，一直到1975年，因为蒋介石过身，获减刑被释放。刘家钦除了放风，始终伫家牢内底度日。我就是抓一件，一件。这间爱住十个人，整个窗户啊，很小一个小洞洞而已啊，没有这么大。所以呢，第一个白天的光线非常有限的啊、哦，第二个空气要进来也非常有限的。所以在绿岛本来很亮丽的绿岛，在这个里面都是黑黑暗暗的啦，就是一个第二个闷热的症状啊。本来就做了这么多啊，这进来得几十个人呐，所以没有办法穿衣服啦，只能穿一个短裤啦，哦，只能穿一个短裤。那这个上面这个哈、哦，我记得是也差不多是三分之一了，没有这么多了。反正他们的设计就是要让你在这里每一天难过，就这个意思了。这两个洞是他们外面的。官兵再看看你里面在做什么。哦，所以这个地方，我这个旁边还有两个啊，一二三，我说第三个啊。哦，我这个位置算是很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小小的洞，这里不是有小小的洞吗？最起码还通风啊，稍微好一点。最糟糕的是那一边的，那个通风很差。这个房间的石灰的火也会调动，它为什么调动？平时吃饱没有事嘛，也不能出去啊。那么在这个房间里面做什么事，就很重要。一天24小时在这里做什么事？大部分都在争论。为什么争论？每一个房间里面
他的分配好不好都有三种人，一种就左倾的是共产党，一种就是台湾人啊，就是白色的都是台独，啊，另外一种既不是台独，也不是共匪，就是国民党的偷情报系统斗争以后输的那一部分呢，就进来那个我们叫他们是灰色的，所以这里有红色、白色、灰色三种人在这里面。那吃饱饭没有说心情够肮脏够抓，那谈到比较尖锐的题目的时候，都是会争论，争论。所以在这个绿岛的日子呢，大概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争论的。那么博洋曾经在这个房间也住了相当一段时间。那么博洋他说他除了这三种以外，他是第四种。为什么第四种？他既不是台独，也不是共匪，也不是国民党，所以他说他是四不像，什么都不是。那整个来讲，博洋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一个人，不论是共产党也好，台独也好，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被整下来那些人，都跟他保持很好。经常争吵争论不下的时候，博洋会出来做一个仲裁人。那前几的时候，因为共产党的人多，所以他常常欺负白的台湾的。以后慢慢台湾的人多，那么共产党那边的人，第一个人气大很好了，我们台独的人比较年轻，所以以后大概都是势均力敌的。苏明德这个人，对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来讲，他是最伤脑筋的一个人。本来是台独案都不能两个住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这个台独案严格讲起来是冒牌的台独案。那么苏明德那个他说他要武装要革命要干什么什么的，这个国民党的特务就把苏明德认为你是真正的就干这一行的了。刘家清不是了，刘家清就是说叫阿塞去低调就进来就这样东西。所以苏明德住在这个房间的时候，好，我们第一个优待，优待什么？放风的时间缩短，因为总而言之苏明德是不受欢迎的人物。那么苏明德不受欢迎的人物，我们说一个房间的人也等于是不受欢迎的人物。所以外面那些官兵放风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没有到呢。好了，时间到了，排队进去。所以我们那个放风时间就缩短了。苏明德在这里唯一的抗议是每天晚上睡在哀哀叫，叫什么？他说他从这里到祖国都是痛的。我说你为什么痛？你给我生骨气了。哀哀叫，人家都他整个人，你看苏明德哀哀叫啊。我想跟人打一人哈，所以我每天都给苏明德从这里一直按摩。我记得我大概有六个月、半年以上的，都每天晚上都要给苏明德回应按摩，因为他哀哀叫啊，睡不起啊，肚子疼，没困呀。这个礼花有一个凳子摆这里，哦啊，我要他给我理由，我就坐在凳子上嘛。阿姨都搞剃头嘛，啊，这个两边呢有两个阿兵哥在看嘛。理好了以后，他看好了进去，又出来一个嘛。理好了又进去，又出来一个。我跟理发的人不能讲话，哦，都是这样。那么这一个房间都十个人理好了嘛，门关起来了。就轮到那一个房间，所以我们这个地理的优势是这个洞洞，有一些信息啊，从这里可以看，看那个人的移动。我叫他改嫁了，哦，我也写信给我岳父岳母，我都给他讲了，哦，没有关系了，哦，因为我不愿意耽误他的青春了，哦，啊，我这个是不多余的啦，哎，这个
我也不一定说时间到一定出去，不一定啦，这个这一切都是不一定的，所以呢他就不要介意这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适当好的对象改嫁。那后来他写信给我，他说叫我以后不要再讲那句话了。但是我们这个案有很多都是改嫁了啦，虽然我对不起他了，那那么不差也做了这样对吧，所以让他做一辈子辛苦啊，我做小了他做大了，这样出家之后老家庆要找头路不容易，后来去到男友张干南开设的旅行社，生活则较稳定了。回来现实社会的时候，完全不适应，家庭的生活也不适应，在马路上走，随时感觉到车主要来撞我等等，所以非常的不安嘛。那一段时间，除了身体不好，精神也是很差。最少有半年以上啊，都没有出来，都在家里了哦。以后慢慢身体恢复，精神恢复，啊，对现实社会慢慢比较了解了。然后张干农就叫我去新雅旅行社去工作，因为没有导游的牌啊，所以恐怕会找我麻烦啊。也会找张干的麻烦，后来我就在他的旅行社里面有一部分做贸易的，我就在那贸易部那边做这事情。1984年，伊受邀担任农业顾问，去南太平洋诸岛国考察各国的农、渔、林业生态和观光旅游业。1988年，当年东京大学的同学 Michael Somari 找到老家庆，他太太又告诉我了，他说他是读法律的人吧，对农业方面他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你是读农业的啦，这个国家现在刚刚要起来，如果你可以的话，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他，来推动这个国家的农业慢慢给他升级了。我也好啊，所以看到最后，我认为这个国家很有希望，农业是很有希望，资源丰富，而且整个生态都是没有破坏啊，很完整啊。啊，回来跟我某讲。感叹归做伙，反正我太太的意思最好我什么事不要做没有关系了，就在家里了。但是有一次我在台北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的时候，他来找我，我说好久不见，他来找我当然要大家聊聊嘛，他那时候是对那个新几内亚，我猜也可以猜得到那个地方。那个小岛上农业大概不会太好哦，所以他建议说我们能不能够派一个农集团到那边去，协助他们从事农业技术的改良改进哦，啊，他很正式的准备了一个建议书哦，后来他建议我拿给李副总统，我是在一个场合里头把这个交给李副。呈给李副总统他看完大概，我相信他这个很有道理啦所以他很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交给那时候的海外会，海外会林祥能，那后来当个农委会的主委林祥能，
哦，你想呢？大概透过农委会，哦，还有海外会，去先后去年告诉我，我说六七个团了、啊，六个团，啊，前头六个团，哦，去协助他们农业技术改进哦。第一团就是团巴布亚团，因为巴布亚团去规范，以后国家都照这个规范去做，所有农机团的设备费的。车辆税、一路免税、零税，这一项。第二条，农机团的团员底下领的薪水零税无税。哦，过来，农机团的团员在迄国执行任务的时候，哦，伊迄个健康保险的呀，哈，伊发拨政府补贴的咧。我足侪条件，迄个去，真侪手续拢爱办啦，哈。所以帕布瓦魔术建立起来了后，所罗门就照安尼啊，伯琉嘛照安尼，东加嘛照安尼，诺鲁嘛是照安尼，拢照帕布瓦魔术啊。哦，啊，唔就农业团，啊，佫一个渔业技术团，佫一个医疗服务团，拢做六团嘛。签证官的工作就是讲帕布瓦甲台湾的中华民国所有的公司来往的公司。对我的负责转达，也是我的负责提转去帕布瓦。第二，所有伫台湾的人要去帕布瓦签证，伫我遐做啊。啊，老伯，等一下，等一下，我秘书。白色的革命，他的工作室里面用 木材雕刻两个翅膀，我就问他，我说你的雕刻这两个翅膀啊，是代表什么意思？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我希望所有不幸的台湾的前辈，在台湾以外的地方。牺牲了，到今天没有回来台湾。我希望我这两个翅膀像天使一样，到海外的台湾的前辈的死亡的地方，把他们的灵魂用这两个翅膀呢，也希望他们的灵魂有翅膀呢，飞回来台湾。所以他告诉我。因为他告诉我这个，我非常感动。为什么非常感动？因为我对做这些人的承诺已经到今年32年了。在南太平洋诸岛，刘家钦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日本兵的威力，心灵甲遐战死异国孤岛的台湾英灵互相感应。伊立了宏愿，总有一天一定要为这些台湾英灵插上石鼓，互因飞返去故乡。每一次去南太平洋，还是烧香给他们问候打招呼。但是我到今天还没有将他们的灵魂装上这两个翅膀，回回自己的故乡台湾。主要就7万多人。有灵魂，有翅膀，回来台湾。我相信台湾的这个时候也会比较平安平顺。绿岛的这个天罗已经解了，这个人生的青春也叫没了。最后留一条老命，安尼已经感觉未歹啊啦。哦，有什么期待无？有。无论是我本人也好，还是无数人伫遮坐过的人也好，我想大家拢有一个愿望，希望这个台湾近代这个不幸的这个白色恐怖，这个历史的事实，希望用各种的方法传达给这后辈的人，互因了解讲，这款政治迫害的悲惨。
唔是用言语，也是文字，我都表达未清楚。所以咧，国内这世代每人拢提高境界，咱将咱台湾的人权教育，啊，甲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由这少年人有深刻的认识，哦，啊，大家咧互相学习，啊，继续来甲伊深入的来甲伊经营，互咱台湾真正变成人权之都、自由之都。那安尼，我直接坐落，我的辛苦，我的所有的不堪回首的代志，也总是可以做一个安慰啦。